坦白说，最近明天都待在家，可是我皮肤问题好像变严重了耶。因为在家没有好好保养，对不对？没有认真洗脸，没有用保养品。哎呀，在家还需要做这一些吗？反正都没有出门，没有灰尘啊。那你是大错特错了。等一下让专家来提点你要怎么保养皮肤。